我有讲到咱身躯内底医生，身躯内底有多少个医生？知影无？你敢知影恁身躯内底有多少个医生？唔知吼，我唔知吼。啊，咱来看先看一个影，影片看了吼，咱才来。为什么咱会身躯无力？为什么会感觉胸腔不快？为什么会感觉我的脚头无力？为什么感觉腹肚会痟？为什么感觉头壳糊糊？到这问题，为什么会困袂去？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，对对对。十十岁啥？十头都无得着啦吼！对啊，为什么少年的时阵无这么多问题，吃老的时阵还这么多问题？老了感情变得淡薄，感情不一定嘛。等老老的时阵哦，身体是愈比少年较好。啊，咱来看，咱来看咱身躯内底有一个医生，看了咱再来解说，看了咱再来解说。啊，注意看，看无伊的听无的，看伊阿妈在做啥。哎呀，咱来先来啊！哎，现在人民众啊，都要去看医生。你呢？家里看到老了，都老了。我已经过来了，那也是我刚刚好啊。啊，以前我们在乡下，经常出来啊，啊，我也饿得老清瘦的啊。你是有刚刚在养的状态，我已经看不散，我会被孙子，他们俩爱看我的书，我也看不散。Thank you.
需要我这个身份的人士，然后并且在这个地方谢谢谢谢。谢谢你哦，对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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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你敢看别个身上？我来做诶，你敢看我的身上？哦。还没你没用。哦，哦。没有，没有。不要跑起来。我在讲啥？我不管了。你讲安那这条平方啊，怕我干啥？干啥？好，来，咱大家一起讲的，咱无讲咱大家先讲一个先聊一下。对不对？嘿嘿。这医生叫做呢，主用六，啊，咱家己会当嘛。主主啦，主主六，专主主。哎，扛水担啊。主主六。所以，咱这医生为什么咱不能咱抢票啦？医生啦，为了啦，你也刚刚有。嗯，那个那个。他不是刚刚他怎么啦？我一边飞过去，一边想，他们在阿塞，他们去哩，我啊，我不想听你啦。哈哈。啊，我在听你话，你怎么听你废话呢？啊，一罐牛奶，一斤啥？完数啦，立德康。啊。元素哦。完善嘛。嘿嘿。完善。哎呀，我听你啦，阿那阿爸阿弟的。哎，立德康。那老师是天光。立德康啊。他是为